孙仔孙仔，大家好！今仔日非常欢迎，咱是101年，咱国历10月7日，啊，农历壬申年，啊，8月22日龙时，在这个时阵，我要向甲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在咱啊，遮甲恁答恩感恩之至，吼、哦，来甲咱这个所在，金门山台北竹联宫。啊，我本人也是咱中国道教鉴定研究会啊，目前啊来着传授这个鉴定种种啊，因为鉴定对咱的好处，我这个金门山竹联宫本来在咱台北市咱五兴街伫101大楼附近，但是即马在市内，咱也要烧金种种拢无方便。啊，所以讲咱的母娘慈悲，啊，找到咱这个所在，啊，真好的环境，大自然呢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就是咱搬来这3周年，啊，这个恭庆，但是咱开工至今已经25年，啊，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，甲大家结这个善缘，而且经典呢，吼、哦，是咱竹联宫的重点，我的任务。来做好这个经典传经课教啊，上经这经典对咱的好处，就讲每一个宫祠寺庙拢爱用的哦。经典对咱人每一天会使讲持诵经典，也对咱有帮忙个帮助。啊，咱时时咱的人的温天地运转，大自然也是爱来靠着咱这个经典来给咱消灾解厄，啊，给咱庇佑，啊，咱大家唔知影讲未来代志，但是咱经典上拢会给咱铺着真光明的路，把咱讲温度光明，吼、哦，咱的即一切拢会顺利，好、哦，所以讲啊，今仔日。咱嘛是有这个因缘，非常感恩天地哦，来给咱感谢。啊，咱这次啊，这个发挥哦，也有做到咱报恩啊，咱的本来咱中国人也是拢有心中对愿，对咱的祖先、祖灵种种，咱都爱去给关心、关怀哦。啊，所以讲咱上敬礼忏哦，啊做这个。啊，这次的这个发挥，这次也是咱的何太子把咱这个机会，哦，也给咱帮忙，啊来给咱认真，我咧认真传经，伊嘛认真来给咱宣扬，啊，翕起这个影带，来大家结善缘，啊，咱祈求风调雨顺，各大平安，也是咱所爱求的，非常感恩。在此，我向大家哦，非常感恩，祝福大家啊，咱天天开心，事事如意，一切都顺利。